嗨，美丽家人的朋友，现在我要来玩悄悄话的游戏。最常跟静宝说的话，静宝，妈妈真的很爱你，但是你可以不要一直乱动吗？最常跟老公说的话，老公，你在干嘛？我比较少自言自语。最常拨电话的我吗？最喜欢哪一种工作？拍摄、表演、巡回、电影、戏剧，全部都很喜欢。跟老公吵架的时候，嘘，就是不想说话而已。最近一次大哭是什么时候？我很久没有大哭了，我通常都是感动才哭的。最近一次感动是听了陈奕迅的歌，一首《相信你的人》。我只是说我很幸运，因为这两天我都在上班。硬要选哪一天过，我会选七夕，因为他治愈我，他就是我的情人。至于父亲节这种事情，当然是交给静宝啊。好刚好，完美。对，没有道理。